为了展现长辈学习的成果，仁背乡老人会举办110年成果发表会，唔呐展示长辈书法、美术等作品，嘛互因上台演出，活动是留一个精彩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每年将精选更加侪好生的课程，欢迎乡亲来参加。长辈拍鼓，展现出因伫仁背乡老人会所学习的成果。现场唔仅有精彩演出，阁有各种作品展示。仁背乡老人会表示，希望透过成果展，予所有长辈得到满满的成就感。就是看咱遮的这学员啊，这一年来啦，因为因学足侪物件，这物件无予因展出来嘛袂使。我是希望讲吼。因为咱有这个成果的时阵呢，大家后日会愈学愈成就啦。尤其这吼，感觉讲吼，一开始安尼了安尼，大家安尼精神愈来愈好，大家愈来愈活泼。长辈是拢足欢喜来到仁背乡老人会学习新的物件，因为除了学习以外，也会当来运动和别人交流，和生活是变加相当精彩。还有瑜伽的书法啦，吼、哦，还有画画图啊 ，DIY。一只上过最好的，啊，无你一次伫的时候，会失去证比赛。我叫大家啊，即个老人会啊，大家来遮上课，袂歹，有保安说对你身体最有帮助。今日来吼，就是要来看阮这个成果展，咱老人老会的成果展，就是也有，反正也有画图，每足侪种的啦。我是参加钢球的啦，拍鼓的啦，啊，佫要来。有这个彩带的啦，安尼，大家做伙吼，会当交流，身体佫有来遮运动，佮身体较用。后一年度仁背乡老人会唔来保留原本的课程，佮来增设佫加侪趣味好耍的课程，像追求、唱歌班等等，欢迎长辈会当踊跃来参加。咱这個老人会呢，最主要是讲希望咱所有的咱仁背遮的老人啦，若有机会拢会来，会上来参加。我今过来就是讲，这个年度咧，新的年度咧，原有的这个班以外咧，咱会阁开啦，吼，比如讲吼，吹球的啦，吼，啊是迄个法式滚球的啦，啊是迄个卡拉 OK 歌唱啦，吼，希望讲大家安尼吼，尽量来参与啦。长辈来到老人会参与活动，唔来当学习到新的物件，嘛来互相认识、增加交流，会当讲是一箭二鹿。记者谢欣采访报道。